千佛殿东厢的白衣殿内壁上也有两幅壁画，一幅是北壁和南壁少林武僧徒手持械的少林拳谱，另一幅是后壁和北壁的十三棍僧救唐王，南壁是少林寺和尚紧那罗遇红巾军的片段。这些壁画描绘了少林寺的有关传说，是难得的着墨史料，至为可贵。如此，万事无一不成佛，建筑是佛，草木是佛，地是佛，天是佛，也许这厚德载物的嵩山就是佛。来瞧瞧他几度涅槃重生的过往吧，海枯石烂，沧海桑田。